喂，有听我说话吗 ？OK 吗？就是一样对。他学我的。好。Niji， 我也不认识他。Punk， 欸，那个 Punk 是 Sale， 有 Sale， 今天有 Sale， 没有？我刚看赛程表没有 Sale，欸，今天好像只有台湾一个 Nice 而已，真的？奇怪，你。你那边声音怎么比较小声一点？我已经把你拉到最大了，你知道吗？最长那一个。对啊。哎，你再稍微粗一点，好不好？不是粗一点，再稍微大声一点。放心啦，我怎么样都能包容，好吗？我怎样都可以容忍。哦，他有130哦，等一下哦，我好讨厌那个克斯，那个头都会跑出来，好烦哦。这样，我去把它关掉。原来我没开麦啊，好害羞哦！靠，那他们刚才有听到我说话，那好像是我一个人在很变态的感觉。没有，就这只是一个比较。当我不讲话的时候，他们就知道你有多变态。我靠！妈，明明就你讲了一堆奇怪的话，我什么话都没说。哦，第一场是哦，这人类。看一下哦，很常遇到啊，现在已经遇不到了，以前很常遇到，现在已经遇不到了。几番啊？哦，5600啊，5600，还有机会遇到啊。好，比赛开戏喽。好，三位带来的是 WDGL 现在这帮二东亚邀请赛的 Day 2、哦、目前是打到16强哦。第一场是由我们台湾的不对，由我们香港选手，也算台湾选手啊，香港选手 GoGo Joy 对上是 NEIG 哦。那这个人类，其实我之前在就是那时候快要退役之前，我天梯几乎天天收到这个人类。然后你是屌虐他吗？没有，他蛮强。哦，真的假的？有实力。我输多，大概46开还是37开吧，蛮强。哦哟，对，好，我来报一下点位，在地图右下角，蓝色的人类是 NEIG， 你有左下角红色的虫族是来自 Rush 战队的 GoGo Joy， 然后最近打团战就很常遇到 GoGo Joy 啊，他都带两个妹子一起玩，相当的淫荡、哦，好幸福哦。对啊。你怎么都带两个棒子啊？差那么多，而且两个棒子里面，有时候两个都是面包啊，面包棒子。更扯的是，还有些是没有发酵的，你知道吗？对，所以你知道什么叫面包棒子吗？就是长得像那种法国面包的概念，啊、法国面包的概念，法国面包，嗯，又粗又、欸、又长的棒子。我觉得你等下偷偷关麦，等下观众都觉得怪怪的。我有开麦啊，不要怕，不会害你。好，这边 GoGo Joy 直接裸双哦。那这边
逆举，这样都念对不对？逆举绝对不是念逆举。我们叫奶鸡好不好？叫奶鸡，你直接去 Google 一下就好了啦。我们叫小奶鸡，好吧，奶鸡。啊，这人类正常的一个死神开哦。最近人类打虫族很喜欢那个机械化哎。啊，因为强啊，稳啊！我最近遇到一个打法，有个白痴的，他就龟，然后后面就出大河，这怎么打？大河加渡鸦。渡鸦出，如果你不要海出渡鸦就不好打了。啊，你的破法其实现在的破法就是赤蛇海。然后那个什么飞蟒哦，飞蟒要飞蟒，要干嘛？飞蟒干嘛？把它拉过来啊，拉过来，然后所以是以消耗的方式去打，对不对？对啊，还有要放毒物，就是其实渡鸦也会怕那个群体的范围伤害。嗯，可是因为渡鸦很贵，就是渡鸦要海起来其实不简单。而且现在赤蛇多实力血啊，他打以前的机械化，他有更他，我记得他有多一个 timing 可以打。我自己是觉得那个赤蛇加实力，打神族有感，打虫打人类我觉得还好哎、欸。之后应该会被开发出来，因为我自己看的时候，我是觉得像我最近都有在看那个什么树的实况啊。我以为在，我以为是在看一些日本片子被开发了。没有，我跟你讲，我不看日本，我会看日本片子。可是你那天不是说你在看日本的片子？我在看日剧，还躺在船上。我在看日剧，我就说没有发出什么声音，我说急，有点那个。你是不是在抓片片？然后阿吉说没有，我在看日本片子。然后躺在床上这样，不是吗？你是这样讲的。日剧啦，它很多好不好？日剧，日剧跟日本片子不是一样吗？不一样，一个是亚美爹，一个是。正常的发音好吗？不一样。亚美爹是什么？不要、啊。你也知道吗？讨厌不要。好、啊，没有，那是语言嘛，语言就是学来沟通的嘛。不然有人跟你说亚美爹，你还不知道他什么意思？也是，我们现在在学，你也知道我语言不好嘛。啊。所以我还是要看一下片子，学一下外国的语言。哦，所以才会常常看日剧。没错，反正。知道啊，这对我们有好处啊！你知道、啊、很多游戏都日本做的、欸，对不对？哦。所以学一些日文，学日文。所以你对不对？你有学到什么日文吗？去日本玩，说不定用得到啊。说亚美爹吗？对。好，日文讲亚美爹没有聊明。我懂的意思，就比如说你要买东西，然后那个日本问你说你要这个吗？你就说亚美爹。亚美爹。谁理你啊？那你把东西拿到柜台，你跟他说亚美爹。他人家当智障啊，找麻烦啊！好、哦，这边啊、哦，这我已经应该控失误了。这套我已经出来就是疯狂点哦，我就射击球进了。还要打一波哎，这个就要打一波，好凶好凶！他这个一波其实这一波，因为如果人家是我们人类有走女妖开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一波基本上打不死，但是要想办法杀很多龙。还有你没有办法杀龙，就 GG。我觉得他亏翻了、欸，对他这已经亏翻，因为他这一只女妖没有用绕的，没有想骗，所以他直接走正面。这个已经被杀一些东西了。光、这些火车就已经很痛苦了，后面还有女妖，好亏哦。而且这个人类打得很远，然后我就出很多，然后我就出到八台，对稳这种，啊，直接可以出，这已经爆开了。啊，这个基本上没什么机会，因为哎、那工兵为什么要逃命呢、啊？哦，他不想死工兵，就是太晚走会死的、他进来还是可以换一名工兵啊，就是被打那个什么，被打掉补给站以后，他没差啊，但是工兵就不能死，因为通常这要出来啊，就是人类如果是走那种海火车女妖的，充足的想法就是。反正我兵都爆出来，我一定要换到影龙。对，啊，如果我没有换到影龙，我就亏到爆这样。所以他拉上去是就求稳，最稳的方式。哇，这个出到工程车准备完成。目前这个贵族也很难打哦，你要出到三台哦，那他这边就不停的这样去点妈妈，就不好受的。哇，好赚好赚。哇，这勾勾就
三三打太多啦！哇，这个火路啊，死杀了11农，还在杀吗？这应该是直接爆开了，这直接死了啦。对，对，这已经死了。等下火车再上来，这光女妖就解决不了了。对，其实他刚刚打的，我刚以为他会直接转那个机械化，就是其实就是有些人类啊，前面看到。 李仗冲我一波嘛，然后我火车跟女妖做很多嘛，会顺势转机械化，就他是转机械化，他已经倒了，因为机械化这时候就火车的队友，然后他就冲到三矿变火车，不知道三矿爆了。不过其实现在跟死的没两样，你知道？最近没得打啦，对啊，差40人口哎、欸，攻变没优势，没错。 现在这个局势应该是一面倒了，等一下已经拉开40了，还没有打，已经拉开40了，打应该5-6死跑不掉。公民差54只，人类好旷古。这张地图其实蛮多虫族真的会这样打一波的，可是你要那个意图不能太明显，你中间如果被发现的话，其实很容易被人类截。因为这张地图也算是可以用。 最偷的速3开去守蟑螂毒包一波，蟑螂劫2重，蟑螂劫2重一波，最好要看你有没有先守护，还是谁？对，就对吧、啊？可是那个通常都是要有预警，就前面要有发现，有一些东西看到，要第一时间下班客才守。好，但是他刚刚其实一开始被发现，这边打针跟那个盾牌都好。这个没救了。哎呦，侦测到地下图中出没。 红洞想要拼一波，这是应该是，后虫5后虫哎，不过我觉得他是用家里的兵就守住了，是吧？他就是建立起来，后面也不用拉，你知道吗？然后爆开，再盖一个，<笑>好，这边打过，GG，好，恭喜 NEIGE这边拿下第1分哦。哎、欸，你最近打的那有没有感呢？ 你说用虫族吗？用神族。我改版后还没有用神族打过人类。哦，真的假的？我改版后都只玩虫族而已。不是啊，那个赤蛇91，我觉得神族没有什么机会。虽然说它赤蛇改成91是为了打人类，是为了打人类嘛？但是你不觉得神族是受害者吗？其实就某种层面来说，它。 我是这么觉得啦，我觉得那个护盾改成这样，其实对于高端的对于意义是没有差多少的。对，对，可应该说他们的细节都掌握的一样的情况下，可能难人类会变得难打一点点。可是对于我们现在这种情况下是没有什么。他那个鬼雷是对护盾少15伤害还是全部？建设，就是他保留拥有伤害，可是他建设砍15滴。所有的单位都是吗？原本一颗鬼雷不是。 炸攻击可以全炸嘛，对不对？对。然后现在是好像我现在不确定它的伤害，可是我记得是原本建设是40滴血，嗯，现在改成25滴。可是它是对护盾还是全部的伤害？护盾，它只对护盾。对，就是对护盾有用，也就是说它这个改动只有打神族有用，然后打其他没有用。哦。然后我觉得赤蛇血加10滴，我认为。 可能以前有些机会可以开飞机的图，都因为这加10滴变得没机会开了，因为这个10滴其实有时候很致命。你就没得打了吗？原来赤蛇是改来打P的，是不是？我觉得是改打P的，那人类没差，人类本来打赤蛇，就很强啊，开起来就可以打，对吧、啊？真的很智障。那你对那抚飞改快有什么看法吗？ 你说什么？抚飞改快有什么看法？你说你被改怎样？抚飞啊，抚飞改快有什么看法吗？哦，老实说啦，我觉得他这样改，人类会不好打，因为这样就会变成你记不记得很久以前有个套路，就是地面全大量的高攻防狗，然后混一些接种，然后上面全部抚飞，对，这种打法打人类正面超强，然后现在要更强。 现在就是他跑，他那个移动速度变快了嘛？那人类医疗艇
真的只要一个地方没有控好，就可能就被爆。反正付费本来也不会拿来放那个技能。对啊，很少啊，那个撒尿只是偶尔逗逗趣而已。那个只是撒一个身体健康。对啊，我觉得他这次虫族算是全方位 buff 吧，就是打神打虫都有一定的受益，打神打人都有受益的。可是我会觉得虫族神族比人类辛苦，因为毕竟那个赤蛇改实地血，其实，在一些很关键的台名，那个实地血就会让你很难受。靠！我刚刚想说，为什么聊天室没有在动？就原来是我没有拉到最下面。哦，他都不太会动的。啊，那抚飞打了那次真的，我觉得啊，那个加速那个速度变快，其实真的差蛮多的。因为以前医药艇跑得掉，现在不一定跑得掉。阿杰声音很小，是不是？好，我调一下。我小没有，我很大，误会了，误会大了。没有，你很小。好，第一场比赛开始哦。地图是先当谷地哦，在地图右上方是来自香港的选手 Go Joy， 红色的虫族。那在地图的左上方是来自韩国的人类选手奶鸡，好吧？好，这边是一个苏瓦斯的死神开哦。他几乎打虫族都是苏瓦开的吧？打人类好像都会。打神族好像打虫族看你打神族有两种，一种你打兵线就不会苏瓦开啊，可是其实现在人类几乎都是打科技线。啊，如果是打虫族的话，你要打二兵营就会正常的 BB 再接瓦斯。啊，如果你不是要打二兵营，就是速瓦斯增开这样。十。好，这边一样哦，直接一个裸装。这点位其实对虫族来讲比较不好打。因为它矿只能往左、往右下角开，然后左边的这个腹地要小心被空投。沙声音差不多了吗？音量？现在差不多了吗？不知道，他们没回答。好，他说行了，行了。好，第一次人出去做侦查哦，没看到对方。B 卷有点大声，毛真的很多。好，操作一下。而且我不太懂，他改那死神无缘故被改了中枪哎、欸，哦对啊，他改那个完全只是为了不让人类打三兵死神，可是那就是为了不让他打三兵啊。可是其实那个是治标不治本，知道吗？但是其实如果到时候人类因为以前是 CD 很快嘛，啊人类的障碍可以随便丢，你知道吗？对。啊现在是改成两倍以后，他可能没办法随便丢，但是还是可以拿出来打，知道吗？就对于那些高端，他们就是减少使用量嘛。反正他们本来就是很精准的丢那个炸弹，还是有差吧？还是可以用啊。对，当然有差，当然是有差啦。那只是我觉得死神很衰，你知道吗？不干他的事怎么改他？就是干他的事才有三 BB 死神。这样我觉得三 BB 死神是看地图打，虽然说要怪那个谁啊，怪那个 Beyond 都他害的。没事一直玩那一招干嘛呢？对不对？
好，这个丢个炸弹哦，杀一下东西。我准备掩护自己的工兵去开二矿，开三矿。他这三矿比较晚。嗯，现在比较流行那种只按一只后虫，然后先开三矿，对吧？就比较稳的方式嘛。哦，这边又放下炸弹虫巢、哦。我，你记得我之前跟你说，死神三 BB 死神开打虫族基本上是稳赚的开局。对。啊，他现在我觉得他这个改其实有很多图，也因为这种关系威力下降蛮多的。其实现在变少也是因为图的关系。哎、欸，对啊。哦，这一个哦，又看到隐形女妖，又侦查到，这个人类奶鸡啊、哦，打的是挺稳，很稳的，就是用这种全方流的开局去打不过就赢。哦，嗯，我这场过就赢就是都应对好，应该是不太会被闹到了，这个。家里的那个包子大熊都盖好了，那个包要小心侧面这个，侧面这个大量的火车。他那个包子盖的位置还蛮神秘。嗯。哇，这火车大量过来哦，没有任何东西，烧到这个斑马的包子往往后跑。哦，出了一点蟑螂。这个应该是防守。NEIG 打的跟商场差不多啊。对，一样，就一样的套路，就是很稳的那种。火车出到大概八九台，然后正面配合这个隐形女妖来杀妈妈。高就有这边有没有可能等一下直接冲动啊？你说直接冲动吗？我看一下啊。他升了一防，一防快好。我觉得有机会，可是因为他现在其实被闹，我觉得他已经被闹到了，也算被闹到了。看不到。哎、欸，怎么这样？怎么主矿有放防空炮塔，这一个矿却没有放？通常神族被弄得不要不要就很暴怒，你知道吗？啊，暴怒就想干一波。这杀有点多。还在恶心，我只在增长提速了。侧面又绕了这五台火车来烧农民了。不过这边有蟑螂做防守。不过其实这个奶鸡它的三框其实飘完了，飘慢了一点，很稳的、啊，它打的就是很稳的那种人类。散开，那这边 GO GO JOY 也没有打算一波，他打一个蟑螂结尾兽。我觉得他等下怎么有一种预感，他好像会被拧过去的 feel。不过可以接受啊，因为他刚刚其实连我又死个三到四农而已，我这蟑螂又杀爆蟑螂。他这个叫烦哦。哦，这边一样空投两船哦，然后出去，然后就打那个。哎、欸，这边其实这边虫还没有铺，其实有点危险哦。因为其实一般来讲，在这样图，可能会投这边，所以虫族其实有时候会很早把这边的虫要铺。先放一颗，把它铺，至少看得到。对，哦，这打一步，不过人家是两坦克啊，这没机会了，两坦克。打不太下来，就家里被打爆了，糟糕！哇，这还是超亏，亏到爆了！杀死二十秒，不知道怎么打。这公兵要不要拉？公兵拉了，这个要拉，这要拉，这不拉会死人。可是已经赢了，这个太吃亏了，直接被屌了。
哇，怎么感觉好像没有什么还手的空间啊？一点都没有给人类压力到的感觉。对啊，而且就是我觉得，其实哥就一开始有发现他的隐形瞄意图，还被闹到，然后加上地图的点位，其实这个点位被投，其实是很正常的事情。可是他没有做这个记忆性，就是没有去没有先布个虫来，或者放个王虫的。对啊，哎呀，王虫是被我已经点掉了，但是还是要有那个虫台在啊，因为其实这张图这个点位人类几乎是一同一个点，这样。左矿其实也快爆，对啊，这有点惨。就在正面的兵完全不用空 A 过去都赢。而双方都是一攻一防。哦，哦，还好，要投不投？这已经会换到你受不了了。这张表示啊，为什么只有我一个？这就是传说中的万人响应，一人到场，有点惨。他说：“哎、啊，你去，我一定帮你。你去，我一定帮你。有空投，快点，大家来集合。”然后只有他一个刀，就只有他一个人在前线。好，我去帮你。哇，这个是这样，这是仁义的，是不是？手都没有杀到。啊，这应该是没什么机会了啦，因为你二轮被打掉、欸。可是其实奶鸡的暴兵怎么怪怪的、啊？他钱花完了、欸，等一下看一下他是很多都在建筑物里面。他钱花完了、欸，对啊，可是他以照说以这种骚扰的程度来说，他应该要领先约二三十人口，可是他现在是人口持平的。因为他上面这一波兵，其实我刚刚看到他送的有点无言，就是三台药艇跟一些前面的部队直接被点掉，这样太亏了。那是因为其实，在对方没有什么任何，啊，对方如果只有纯蟑螂跟机会虫，基本上有一药艇 MA 要死是有点难度。最后一战。坦克真的好痛，对，好，这边勾卷直接打出了巨巨，好，恭喜 NEIG 对晋级到八强，这两场其实这样很可惜啊，都是一样的套路，对啊。因为其实勾卷也是有发现，只是发现了以后，后续没有打好。嗯，下一场就是我们的 Nice 大神啊！之前我看他一直在开实况，好认真在练习。台湾选手目前是两个淘汰，一个晋级。瑞士跟谁淘汰？瑞士跟 GoGo 就被淘汰、哦。然后昨天洛手晋级。洛手晋级吗？嗯，洛手晋级了。Hello， 喂，听到吗？哦，你刚刚声音怎么突然不见了？怎么可能？那下一场就是 Seal 对上的是 Beastog， 这怎样 ？GoGo Joy 报的是台湾的场，但是 Beastog 报的是大陆的场，这怪怪的哦。哎，我这边看是。过就打南极嘛，第二场是那个日本的 V A I S R A V A N 打 Nice，、啊、第三场是那个 Joe Punk 打日本的 Hi 虎哦，哎 ，Hio 虎，Joe Punk。哦，所以那个香港的那一队被跳过了，不知道，等一下就知道。
哎、欸，你刚刚有讲话吗？你刚刚有一直有讲话吗？有啊，真的假的？我刚刚有断讯呢，就是我突然听不到你说话，真假的？嗯，哇，没想到克斯也会这一招，来乐福这招啊！那像你现在又没有声音了，完全没声音。我刚说来乐福这招，你有听到吗？没有没有，完全没有听到。哎、欸，那我们挂掉好不好？重拉。啊，那观众有听到吗？观众刚好听到我说来乐福这招吗？应该有吧。Hello， 喂，有没有听到？有啊。好，刚刚有好几次我都突然听不见你的声音，我以为你没有说话。我怎么可能不说话呢？你为什么不说话？怎么了？为什么？是不是有什么事啊？Call a change, please. 这个人兄是谁啊？看一下，那个念 color， 这一个重组啊，看一下他是谁。不、哦，他最后一次对战是两天前。他几分？他大师一积分5400，隐藏积分5400。541打6000分吗？我看一下奈斯多少。我记得奈斯好像87名吧。我先看他87名。他进步到69名了。69是不是？哇，他不觉得87这个不吉利，所以打到69。好猛，变69了。87变到69。8769。他说 ：“Please wait 7分钟。”他想干嘛？68+89，人家想要解决一下嘛，你不要这样。哦，40分开是不是？了解。37命 ，ready apple， 攻杀回啊！哎、欸，你刚刚有讲话吗？你刚刚有讲话吗？刚有段时间没讲话、啊。哦，好，了解。反正我讲你也听不到。靠背，我会以为是那个 curse 坏掉了。
台湾 Pin Play 什么意思？好，这个谁啊？金马影帝周杰伦加入的大厅。我前阵子看到是梁朝伟，现在要变周杰伦是不是？金马影帝里面有很多人啊，所以他可以哦，他可以改很多，是不是？我看一下他是谁。神主欸，金马影帝你是神主，周杰伦是真主。这个英文要怎么念？那个？这个虫族的英文名字要怎么念？你会不会？你不要趁机会去查 Google 小姐哦。Vice Ravena， 你念的怎么那么含糊不清？再念一次。Vice Ravena。Vice Ravena， 这样吗？哎，其实英文小教室的风采怎么不见了？真的啦，你觉得我念错吗？我不知道，你胡乱我也会以为你是真的啊。我再念一次 ，Vice Ravena， 华语塞万娜 Ravena， 有的这个音吗 ？Vice Ravena， Vice Ravena 吧 ，Vice Ravena， Vice Ravena。靠你这，你跟你这个念的跟刚刚完全不一样，你知道吗 ？Ravena， 好吧，我们还是不要念了。Bass Ravena， 叫他 Bass 好了，好吧 ？Bass Ravena， 你知道什么叫 Bass Ravena 吗？把你的法力提升。啊。来看一下这场 nice 五花哦，这边直接一个提速狗开、欸、哦，因为这张图的关系吧，嗯，这张图是一个肥口图，可是其实神族技术性够好、欸，不太可能会被弄到吧？肥口图吗？这个，对啊，我、哦、这边看到直接炸掉，他看到狗池的时间点直接炸掉。可是你不觉得刚才在拖一下下吗？他为什么要炸掉那个水晶塔？爽炸就炸、啊，细节嘛，对。他有可能是心理战，你知道吗？哦，是要怎样藏起来？你知道这张图可以三水晶堵后面吗？非常你是说堵高地是不是？二矿后。哦，可是他这样要光炮啊，可是没有光炮，他没有光炮。然后他刚那个水晶塔炸掉，有可能是为了要让他早点，他我刚没有仔细看啦、啊，但是他有可能是 BY 钱不够。哦，了解。哎、欸，这个公民不能死啊，阿斯汀，他的命就到这了。不是开局对于 Nice 来讲，我觉得挺优的、欸。哦。直接放 LVC 哦，啊，然后等 VR 渡口，所以他是要打空投领刀吗？然后变两颗空投白球，那简单暴力。也有另外一种打法是 VC 就直接升那个攻速教室，嗯，但他这个 VC 盖在干嘛？直接盖脸上就好了，除非他那个脸上是要盖冰影的、啊，所以我觉得他个看起来有可能是要。攻速教室、欸，有可能。哦，这教室，快跑啊！怎么样？赚几只？根本就是建筑学大师。端看一个人的建筑学，就知道他打什么。所以他是要打攻速教室，没有错啦。哦，不过这边要变狗上去哦，他这应该是要那个包子，不是包子，那个王头要变成那个可以载的。有没有人视角可以跟呢、啊？我现在没办法跟视角、欸、我现在我的视角超飘的，因为我现在用这版本 OB， 我完全不知道怎么跟别人视角，你知道吗？我跟那个三是专业的 OB 手，但是问题是，
他的画面永远都是歪的，就跟他的。你说，哦，他是 O 那个 GSO 的 OP 手，但他的画面永远都是歪的。这他你知道他这样你知道他歪哪一边吗？他在歪右边，有没有感觉？有一点。这看起来有点不太习惯。挺歪的，但是带的不错。哦，这个正面空投小狗跟妈妈打一个三妈空投吗？两妈空投。不过，其实这个不是海教是理论上是能守的，但是他没有做无尽核心。嗯。哇，糟糕，这危险，这危险了。他有做母舰核心，刚刚是玩手，但是他没有做。来，及时出现，哇，太关键了！十二十一这种，这个日本人一上来就放大招。对，你觉得现在有生抓有机会吗？当然有机会啊，但是这两只教士不要再追了，拜托，你要被遛狗了。看他有没有把门口堵起来吧。哇，哎、欸，有堵吗？OB 专业点，我自己带。他建筑学大师怎么可能没有？他是传了一只哨兵啊。我是觉得这个情况 nice 优势啊，妈。嗯。好像也还好哎、欸，重组有三矿哎、欸。我是觉得 nice 优势啊。教师攻速都好了。对。接下来他要守这个 nice 的教师板压，可能守不太住哦。屌屁！哇，这么。直接放弃，那重组就没有那个啊，重组打一波、啊。九零六刚刚说聪明的 nice 可以跳了，哎，九零六是最爱讲反话，你知道吗？哦，九零六马上说他看反了，太厉害了。他刚刚那样不升母线核心是要追求那个攻速最快，是不是？对啊，他就是要放大招啊。Nice 本来就要放大招。然后遇到对方二妈空投，那他刚刚那个妈妈空投是流程有错啊？没有，他如果今天三矿没有做，他就可以三妈空投、嗯。但是他为了要骗 Nice， 所以他把三矿盖下去给他看。了解，不愧是重复爆狗达人。不愧是日本爆狗，我也能记得你跟我讲一句话说啊，重组你就三矿傻爆狗就打赢 P 了，我就听你的话，我就一路傻爆狗就被 P 虐到翻天。可是我一直爆就一直赢呢、欸，但是我后来这个打法不用，因为这打法太靠赛了。重组打的神族只要正常打就赢，不需要靠赛。所以只要赌对方不想正常跟你打你就赢，是不是？不是他那个三框爆狗，就是赌对方没有那个啊，没有兵营，没有一直按教室，然后加速不是放、嗯、不是放 BY 的，他只要不是放 BY， 或者是就是他如果说他今天没有把加速放 BY， 然后他只出一只教室赌口跳科技那种，你爆狗就赢了，就把他干死，真的是爆狗就赢，他就算有母舰核心也挡不住，因为他那时候只有那时间点只有一发，根本挡不住。但是如果说他今天是有一直出教室，或者是有加速他的 BY 的，你那一波狗过去，他门口堵起来，马上可以刷一波三只教室出来就守住。原来如此。嗯，但是大部分的赌人家不是文件打的，对。对，大部分的神族可能都是科技开，所以就会被这招干死，真的很强。哦，仙人掌谷地，十二滴。哦，这张图要蛇滴赌 ，nice 裸双吗？蛇滴速狗，不过、啊、nice 几乎不裸双，他都是 BG 对啊 ，nice 都打那么稳，对、啊，因为 BG 的开跟裸双其实真的没有差很多，但是他那个稳的程度差很多。嗯，主要是 BG 开，他可以防大部分的所有开局吧，就全防吧。嗯 ，BG 开应该是全防对不对 ？BG 开，对啊，就是。比较稳的、啊，你也不怕什么大招。嗯、nice 啊，这张图会裸双，真的假的？日本连这边拼哦，应该比台湾连快一点吧？毕竟日本跟韩国也是比较近一点。你不是有去过日本吗？对啊。日本的网速如何？
超级快，它就算是免费的饭店的 WiFi 都比中华电信还快。真的假的？免费的、欸？免费的、啊？这么？免费的，好像上传就快100G，100Mbps。靠，太扯了吧！啊、很强。你台湾还在，你还在用台湾，我有点感伤。好，地图来到是仙掌谷地哦，在地图左下角蓝色的神族寺 ，nice。那地图左上角红色的虫族是来自日本的。来自日本的 ，Vase Ravana， Vase Ravana， Vase Ravana， Vase Ravana。我刚刚是跑去听 Google 小姐？怎么可能？我不干这种事。我没有，人家没有要大招啊，裸霜啊。然后 Nice 的是 B 区开哦。而且他这一场很稳诶、欸，他把 B 区放家里诶、欸。啊，其实他可以盖外面啦，但是我想这张图就是因为虫族可以靠晒。如果说今天你 B 区盖了，然后你出去侦查，你最后一点探到12滴树狗完爆 B 区，因为你如果盖下面的话，他狗进来把你水晶咬掉，根本救都没得救，就没得打。对，所以 Nice 求稳，他直接把它盖上面了。就算我第四点探到，你也没有办法一波把我干死。没错，对，不过Nice这就是一种，对，我实力比你坚强，我只要不要被你搞到我就赢，对不对？对，不过Nice这边也是蛮晒的，第一点就探到了。决定跟三号摄影师，但三号摄影师今天没有歪掉，也没歪，三号现在没歪，好猛哦！他刚刚可能瞧了一下嘛，你说瞧了一下他的角度嘛？对。咚咚咚咚，好，这边走出来哦，哎、欸，去他也没有去稍微巡一下家里附近哦，直奔，因为他看到门对方门口的兵那个水晶塔一颗在那边没有毒死，过去想要咬掉外面那颗水晶塔，有机会啊，有机会啊，这教室还没出来，妈妈球也还没出来，哎呀，这打不掉啊。妈，打掉了吼！你说打不掉那个嘴打掉、啊？哇，不愧是代表选手哎、欸，这个计算如此缜密哦。哦 ，Nice 这边的二次侦查做不错、哦，看到他没有开三矿，进去又看到一个这什么毒霸虫草，哇！一看到就知道你要干嘛啦，就我还不的。好，没侦查到对？有看到，有看到是，好。你没看他后面停在他的那个毒霸虫草面前？有吗？死了是？你看他家里有兵，看一下，欸、还在、欸，好猛哦、喔！对方他发现了，有点害羞，但又有点兴奋，其实有点危险。Nice 可能要补一下兵营，不然等等，抱歉哦。他这边做了一个，在二矿门口做一个建筑学。这个 OB 到底怎么？那边毒爆，那边毒爆。他不会被侦查到，也不想放了。有可能不会炸。好，完蛋了。哎呀。这只能营运啊，不然怎么办 ？VS 这个位置应该王虫应该是看得到，王虫看到了，在干嘛 ？BV 进化师，他要丢、哦，
你觉得是轰炸机哦？真假的？我觉得现在都好害怕。我刚刚都突然你的声音突然冲出来，有吗？我是他声音有突然冲出来。我刚刚就是你会突然不见，然后又突然冲出来。然后我刚刚听了一下那个艾维卡的直播，发现没有这个问题啊。那应该是我这边问题。所以我声音一直都有，但是你常常听不到是不是，是对，我会有时候会听不到，然后我会以为你没有讲话，那我就没有讲话。你为什么不讲话呢？我这边没有，我听不到你，我以为你没有说话，对不对？我一直都有说话啊。欸、这毒爆，这哦，我想说这个炸到太有实力了。你为什么不说话？是不是激活的关系啊？激活什么意思、嗯？什么激活？就是那个音量激活程度太低了，所以我的 curse 没激活到我的声音。哎，有可能哦。可是我已经把你拉到最大根，不，最大最长了。这不是你的问题，我已经把你拉满。我来看一下是否可以改善激活的程度。好，这个先知杀哦，巴农哎，这是要翻过来，你知道吗？又要外翻了是不是？这已经没了，这已经没了。第二只教室进来，看了一圈，被点成马，往后走。差一点点。觉得他，日本这位重组选手，他打的，他想打什么都被发现然后现在，你看，都打到这步田地了，他公兵竟然输了三组一半。哇，这立场放的五六六哎！我刚才想问你要说有实力，又是呆妈妈，哎呦，这个你要怎么打爆人家，当别人放水啊？妈宝、欸、这个，对啊，你看是光你说这立场是五六六，你说是是，我跟你讲，今天你来放绝对不会发生这种问题。你一定屌虐他，对不对？我不敢说我屌虐，当成一个圆圈，但我放的肯定不会差到哪。没错。我觉得他刚刚怎么死这么多哨兵啊？就被毒爆炸了，他立场有动啊。对啊。哦。他真的是专门丢后虫的，他的人生就只有丢后虫。说不定他就是用这一招一路打上来的、欸，五千四，要小看人家这一招、哦。五千，等一下去查一下他的战绩。他就是坚决，你知道吗？他就是空投妈妈虫王。没错。好，恭喜 Nice 最后是以2-0击败了这个 Vase Ravana。Vase Ravana， 你直接马上就切回去那个听一下 Google 要怎么念。我从来没用过那种东西。看个，我看一下他的胜率好了，胜率在哪？统计，哇，他打神族55%胜率，哎，难道这招空投后虫真的那么强吗？你要不要学下来？你要学起来？我一点还是你觉得你打得比较好？我一点都不想用。空投后虫，荣耀战地，而且很巧哦，那个两天之前，他们两个是天地有收到，然后谁？然后那个时候 ，Vase Ravana 他就用了那个空投，看起来像是空，哎，等一下我看一下，没有，他没有用。那个 Nice 赢了，他们两天前就收到，好巧、哦。等一下是 DVD 耶，就 JOO 的 Punk 打日本的，不是吧？打室友吧？是吗？我这边是看 DVD 耶。哦，对对对对对。
利维利，奇怪为什么那个 Sale 打 Bistock 那一场没打？见鬼！打日本的什么 Hi Who？ 对啊，Sale跟小狼的事都没有转播啊，被跳过了。一二三，一天三组嘛。还有护。他说休息十分钟，所以我们八点七分，八点七分再回来，是不是？嗯。哦，好好睡觉，太疲劳了。还有护。